新德环保站六十几位志工欢喜迎接近似精舍德平法师。德平法师一来，先戴起手套加入环保行列，不忘提醒大家注意安全。这个刚回来的会比较乱，哎，这个是玻璃耶，这是玻璃的，对，就是玻璃的。修行就是敢那咱一讲安尼咧修这物件，甲修那同款，修物件甲修行，你甲修哦清气，敢那这块桌啊才清气，嘛敢那咧修行。温馨座谈，许多高龄的志工齐聚，笑称自己还是壮年，将五十岁存放寿量宝藏。我以六十岁退休，我就一直做环保，做到现在。你今年第十三年。第十三年哈。伊拿做环保，佮做导护，大行拢做。德平法师代表正言圣人祝福大家，欢喜迎新年，做环保，健康又快乐。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陈美惠、万文玉台北报道。